一寸柔肠，一抹清愁，情意落山，你我若间乱了谁眉眼，兜兜转转无事出现，却难辨世间真假，时间尽头与你相守无所求，蓦然回首，时光搁浅，凝春短，风雨凄寒，驻足石板，谁泪流满面，长夜漫漫，深深轻叹，唱不尽一会儿给丑妃送碗安神汤，让医官时刻候着，有什么消息立刻通知姑。是，局长，您放心吧，我们在这守着呢，您也赶紧回去休息吧，您都一天一夜没合眼了。别让他知道是姑送的，不然他不会喝。是。君上，查到。进展为何这么慢？继王殿下息怒，朝中现在盯得紧，能信任的人实在太少了。当初我们联姻的原因，想必你自己也清楚。若是我得不到我想要的，后果你自己知道。谁？皇儿给殿下请安。不必拘礼。殿下可是有什么不顺心的事？以后，我的事。
恭送殿下。要是爹觉得女儿的婚事让爹为难，女儿可以不嫁的。此事与你无关。爹和晋王殿下合作为难，为何不与晋王殿下直说呢？爹已经上了晋王这条船，再想下船是不可能的，除非船将倾覆。别逃了，你只能在我方圆三丈之内活动。哼，谁信你的鬼话。这是巫术，你是巫族的。你知道的越多，我就越不能放你走。好啊。行，那如果我杀了你，巫术应该就解除了吧。你为什么不躲？我知道你不会刺下来。你以为我不敢？你的眼睛告诉我你不会杀人。那我刚刚要是没杀住呢？我自然有办法避开。你就放了我吧，我绝对不会告发你们的，你就放我走呗。真的，我从来不说假话的。这件事事关琪琪的安危，我不能够放你走，委屈你先跟着我一段时间。琪琪，丑年年的小名啊。那一段时间是多久啊？我能给我哥先报个信吗？不行。好，是你非要留下我的，可别后悔。算他有良心。
也不会吃这种东西的。可惜，面又有点凉了。还有吗？再来一碗。没了。但我还没吃饱呢。我能申请出去打点野味吃吗？不行。既然把你留在这里，你就得适应我的习惯。哼，凭什么呀？哼，我从小到大都是特立独行的，不喜欢和别人做一样的事儿，更不喜欢顺从别人。随你便。娘娘，您休息一下吧，您都两天没合眼了，这有我就行。你说，这人和人的关系可真微妙。前两天我还巴不得再也见不到他，但是现在我就特别害怕他醒不过来。林秋，快快穿衣冠。是。阿恒，你坚持住，衣冠马上就来。多谢娘娘。你现在就好好休息，什么也别说啊，休息好了再说。娘娘。我知道你还在受局上的气，但是局上是真的喜欢你，娘娘，局上也是逼不得已才把你诱进戏院的，局上后来看你过得不好，他瞒着所有人去偷偷的看过你好多次，每次回来之后好几天都心神不宁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他始终是那个想尽办法想要害我的人。自从您出了戏院之后，我的任务就有了变化。任务有变，以后你负责保护好他，别再让他有危险。兴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衷。
怎么越来越严重了？娘娘请放心，刚才臣只是将他体内的毒素逼出，现下只要好生静养。我没有胃口，你帮我喝了吧。林乔他已经吃过了，他吃得很饱的，他吃不下了。啊，我，啊啊，对，我已经吃过了，我不饿的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奴才来找林乔一会儿去吃饭的。连翘姑娘，行家呀，这粥里还入了药。哎呦，这要是换做别人，早拖出去砍了。哼！什么叫我们家娘娘闹别扭啊？我们家娘娘平常脾气很好的，她要生气，
那一定是君上惹的。大胆，你敢说君上的不是？君上怎么会错呢？一定是丑娘娘的错，想太多，你矫情。我们家娘娘她心胸宽大得很，一定是君上的错，君上惹娘娘生气了。丑娘娘的错，君上的错，丑娘娘的错，君上的错，丑娘娘，娘娘的错，君上的错，不是不是，娘娘不是，君上的错，那丑娘娘的错，君上的错，丑娘娘的错，君上的错，君上的错，哼。哎，姑娘，看看吧，很多色的。来花伞吗？来把花伞吧，很便宜的。老板，一个这个。买只烧鸡。对。来。好嘞。打听一下，可否见过这个人？没见过。确定吗？这么漂亮的女子，别说见过，就是瞅一眼都不会忘记。真的没见过。她到底在哪儿？若被她发现琪琪在王府，那就糟了。别动。是挺漂亮的。哎，年富不浅啊，王府里一个老相好，这儿又一个。干嘛？我跟你说了，琪琪只是我的旧相识，你在这儿大喊大叫，当心给他带来麻烦。切，谁信？哎，行吧行吧行吧，不说了还不行吗？今天这张嘴呀，只用来吃付钱。谢谢。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，我偷鸡是想给我娘吃。偷了东西你还撒谎是吧？行，那我就看看你娘怎么教你的。走，雨霞，我娘要是知道我偷东西会打我的。放手，放手。敢欺负本公主，看我怎么收拾你们。耍花招，被我给逮着了吧？烧鸡呢？还我！豆子。
办法帮帮他们。是啊，什么呢？瞧一瞧，看一看啦！瞧一瞧，看一看啦！各位乡亲，各位父老，今日小女为大家表演人体切割，各位要是觉得过瘾，就给我叫个好。哎呦，眼睛，求求你不要杀他！到此结束了，明天同一时间，大家在这儿不见不散。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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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我的，厉害了。嗯，原来你在这儿啊？我活动活动筋骨。嗯，走吧。是吧？胃里好难受啊！你今天吃的东西太杂了。那人家忍不住嘛，每样都想尝尝。人要学会克制住自己的欲望。跟你一样，一晚上什么都没吃。不会馋的吗？不会。真是个怪物。还好吗？我帮你洗干净。没关系。你还难受吗？先回屋吧。没想到你还懂医术啊。学了一些皮毛。哎，这里面装了什么呀？味道好清香啊。是巫族的安神草。刚才你的衣服也沾了些秽物，换下来吧。可我就这一身衣服啊。换上这个吧。我先出去。嗯。没想到，这人看上去古板，但是还蛮热心的。淡淡的药草味儿。咚咚咚咚咚咚咚！哎呦！咚咚咚咚咚！殿前事宜，出去领罚。遵命。不过君上，小英子有事情要禀报，你让小英子先说完嘛。行。啊，阿恒醒了，衣冠整治，已经没有大碍了。啊，娘娘也很高兴的，她跟阿恒谈了很久呢。出来的时候让小英子来龙仙殿约您啊去宫湖一叙呢。
姑知道了。那小印子去领罚了。等一下。嗯嗯嗯。哎呀，反正您跟娘娘聊什么，君上您都坦诚一点，能不能成为玉皓就看今天了。无极啊无极，这些衣服是给我的吗？除了你还有别人？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？没有换洗的衣服确实不方便，如果你有什么想要的就告诉我。真的，我想要什么你都给我买，只要别太过分就行。行，嗯，我想要胭脂水粉，听他们说一齐的胭脂特别好，我还没用过呢。可以。喝点粥养胃，这几天吃清淡一点。哦，其实跟在你身边我也挺开心的。放心，我很快就会给你自由。啊，失去。